你不会要跟我回家吧？不是，他真的会自己遛自己吗？昨天我是和我女朋友下班之后在外面吃完饭，回到家已经10点，就晚上10点多了。然后我认识那只狗是因为我每天我上班的时候，它的主人会去遛它。我们住一个楼，我是知道的，所以但是我不清楚它在哪个楼层。它跟我们一起进了单元门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的主人。然后这个狗它也不怕生，就一直跟着我们走。我们开了电梯，它也进来。然后我就觉得有意思，然后我说你去几层啊？然后它就在那摇尾巴嘛。然后我就想起来那个我看过那个段子嘛，然后就一层一层挨着那个挨着找呗。如果到顶楼还没反应，那只能去找物业了。我们这里物业还比较什么比较好，院里有很多很多遛狗的，物业好像也都认识。